Good morning, Jesus. 耶稣教真系弟兄们，大家晚教早。现在去荷兰十合作，我哋看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二章二十四节。咱准备嘅躯体自然用未着践踏，但上帝搭配这个身躯，将加倍嘅体面，和遐有欠缺嘅躯体，咱拢充满了理想，特别是完美主义嘅人。但其实所谓嘅完美是无有统一嘅标准，那是根据着家己个人嘅喜好来固定。你的理想是在某一个气氛的下面，在对方说每一句话还是有某一个表现的时候，那会当满足到你内心中间的期待，那这样你说这完满。但是如果那是无照着你所想的，照着你所计划去行的时候，有真的时候咱就非常的艰苦。兄弟姊妹，咱应该追求实际，不是追求完美。咱每一个人在主的稳定的中间，多多少少拢有一寡会欠缺，但是咱也无必要来伪装着咱家己是一个完全的人，是一个完美的人。如果咱来认为家己是完全拢无缺点，这是好的时阵，那安尼这就是上大的缺点。什么是追求着实际？就是咱尽咱所爱，咱每一个人照着咱家己的能力，咱家己的想法，真自然的表现出咱家己。当然，那么用安尼来接受着别人，因真照着因家己个人自然所表现出来，无一定有可能达到咱的标准甲要求。但是如果因那是已经尽力的时阵，咱就应当爱彼此的帮助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，咱拢是无完美的。如果咱若肯当齐带到上帝的面前，咱做伙来配搭。相信上帝会当将无完美的变作是完真正的完美，因为听是彼此关系中间，互咱会当伫忍受的内面改换做享受。所以咱唔是为着要追求完美，弄甲大家人拢非常的艰苦，乃是咱每一个人伫主的内面，拢彼此配搭，将迄个有的甲迄个无的，会当适合做伙用听，互别人空间。嘛，互家己空间，互家己有时间，嘛，互对方有时间做伙来成长，拢真做上帝所欲爱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吗？咱来祈祷，主来到你面前感谢你，将着无完美放伫阮的中间，互阮会当彼此配搭，真做一个拍数，真做一个完美的度位出来。愿主会能继续引带着阮，伫每日的生活中间，甲阮周围中间的人做伙聚集的时阵，拢有你个伫阮的内面。感谢你，互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愿上帝赐福你，甲你的一家。